秋生激赏轩仔100分。前晚6月1号黄秋生和张敬轩师徒合演的《百老汇神剧 Acris Ma》圆满落幕，21场的演出有一票难求，剧组个人都想话重演。不过轩仔就话啦，剧本深，而且拜师前只得不够20个钟头的戏剧火，真是越级挑战。因为这个剧本呢，他们说很多学院派的学生都是我来做毕业作品的，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越级挑战，所以我都给 我给自己60分。轩仔就给自己60分，秋生你又给多少分他啊？轩仔啊，哇，100分啊，好嘢！我告诉你，他这样现在这个水平啊，在香港啊做开戏啊，起码10年以上啊都未必做得到啊。你师傅赞到你天上有地下无咁，轩仔咁你会唔会温先？我有啲后悔就系因为今次嗰啲演嗰啲马嗰啲演员，哇好靓啊个身，好燥嘅。咁系啦，咁我净系得两条人鱼线喺度，咁所以即系我谂，如果重演嘅话都会燥翻，因为佢自己出嚟嗰啲肌肉喺我哋排练嘅时候，因为每日都要做好多体能嘅嘢，系佢自己练出嚟，我都冇乜刻意去燥。